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花子。今天我们来做这个酸萝卜啊。每次我在这个地上切东西的时候，很多小伙伴都会说，为什么我们也不放了，搞个桌子切啊？我们这边没有那个习俗放到桌子上切的，全部是放地上切的，不是买不起桌子什么的，而且是家家户户都是放在地上切的，这么多年流传下来的，在地上切也没有什么的，只是有些你们可能看了有点不习惯，在地上切。今天腌萝卜已经腌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欢子 TV，我会给大家拍摄更多。